看到这个就觉得有点不安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遇到的东西吗 ？OK， 前面还很安详。哎呦 ，OK， 不要 ，OK。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技术对于那个什么，对于那个 Mario Forever 的那个玩家算不算好，你知道吗？他 BGM 变了。对，因为我真心的觉得，就是能够通关这些作品的人，真的应该技术都还不错，因为它的难度真的都很高。其他的 fan game 就不一定。对 ，Mario Forever 是我看过游戏难度最高的。OK， 我们这次走保守路线好了，我们就到一个定点就蹲下来，我们不要冲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们时间还很多。然后我们要避免，就是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之前有因为被那个就是穿过来乌龟弄死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。OK， 那个花会弄到我太无聊了吧？不要弄到哦。OK， 还好。啊，不行，我们保险一点好了，我们在这边就停。OK， 。哦，其实刚才那边都是可以停的。我们这边好了，过来一点。嘿。Oh my god！ 哦，他会挡，他会挡。不要！哦，还好我有花。这种地形有花的好处就是，你可以在他过来之前就先杀掉他。没东西了吧 ？OK， 我刚才战术是往那边打了一发火啊。哦，有乌龟啊，我就知道。过了！嚯，刚才那个位置其实有点吓人，因为他的那个尖刺就在超上面的地方了。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游戏是不能蹲跳的，他偏偏又在那个他平台又在很高的位置，对，压力山大。哎呦，第二关直接从这边开始。可是他秒数好像长一点。哎呦，他秒数长一点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一样走保守派了。面对这种游戏，我们就必须要用比较没品的过法。懦夫式过法都没关系，不会死就好。OK， 过来。我以为那个水管会掉。好。有没有？我们超保守的。保守式过法就是我们的那个通关圣经，你知道吗？赶快把它打掉 ，OK， 安全安全。我刚才其实也不知道那边会有花，我是随便乱弄的哇，等一下啊，我觉得这边有点危险了。等下面呢？我没有站到！哎呦吼吼，烦有了，这次有了。他会直达到最右边吗？会，可是，哇，他时机来的不太好。哇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等下一班吗？等他直接移动过去啊！反正我们站到其他平台也是需要等。好，快跑！有！我没有按好，我的手腕抖了一下。对，我刚刚手是真的抖了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边怎么躲了。OK， 不要再放开下键了，太智障了刚才。Oh my god！ 不要给搞，不要给搞。好的，炮弹过去。OK。先把这弄掉！喂！孔明砖是吧？哦，不，他占掉我的空间呐、啊！你又不是云端硬碟，你为什么会占我的空间？云端？
哎呦，啊，有一条命，不错。他开始打节奏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下去了。这边有什么？我不要命啊！不是什么我不要命，是我不要啊，随便啦、啊。我忽然看到那句话，我觉得好像怪怪的。算了，没关系啊。过了耶， yeah! 没有死很多次还是可以，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们只要不要太过于手残，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。OK。哎呦，外面好暗哦！哇，超没有安全感。结果，结果，哎，哈？我怎么知道那个刺会掉下来？真是，我刚才一个不注意就往前冲了。这边有什么东西？没有。算了，我已经习惯你东西不藏了。哎呦，哦，还不错，我们可以左键右键一起按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安详的过去了。只是这样有点浪费时间，没有花哈，没关系，这样比较保险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怪怪的地方？就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它这边这个是暗的，然后这边又是亮的，这个是亮的，它都没有设计好，真的是。OK OK， 哎呦，我发现了通关圣经啊，我现在。通关圣经是什么？管他的，我就是，别！铁锤龟，铁锤龟，铁锤龟。啊 ，OK。Checkpoint。我想看那个问号。蘑菇，拜托。OK， 有事。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经历那种地方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就还好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地方怎么完全征服了。OK。果然又有。哎呀，可是这是长这样，这没有限时间吧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，很好很好很好，我们用一样的方式，我们慢慢来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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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不行，我想，哇 OK， 没有东西，都会掉吗？前面一定还有。吼，他那个用一个掉的跟一个不会跳的，管他的，反正我们很安全就好。哦，那两个会掉。没关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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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。哎呦，就睡炸耶！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在拍这些影片的时候，我讲的语言都非常的奇妙。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人听得懂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啊，怎么又是这种关卡？哦喂，我太心急了。它时间有点长。啊，糟糕！左边那边其实可以躲。啊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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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们失误了就用操作来弥补，可以的。哦哦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OK， 有。然后中间那应该是可以直接跳上去，对不对？我看他那个没有接合。啊，果然很好。哇，等一下我走有点慢，没关系，这样可以躲。那边会挡住我，哦，还好。哇，它那个水管的那个图形这样会卡住我，太阴间了。好，先不要换给我那个一大堆火球那个。OK， 没问题的 ，checkpoint。那个刺会不会变得更激烈？不要速度与激情九哦 ，Oh my god， 不要速度与激情九，大师特质不好哦，不可！这什么东西啦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过不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too intense， too intense。哎呦，没蹲下，没蹲下。哦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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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 ，OK OK OK， 哦，然后那个刺也是一级死。我们要等多，我们一向保守流的 ，OK， 我保守系实况组好不好 ？OK， 冲啊！
哎、欸，不保守，不保守，直接冲过去就不保守了。哎呦，哎呦 ，OK， 也还好，其他可以躲的地方蛮多的。哦，还好那个火球不会冲过来。OK OK， 躲了 ，OK， 不要弄我，哦，差点给人家弄到。好，啊，没关系，跑。躲在这边，应该没有东西弄得到我。OK， 哎、欸，没了，很好。哇，可是我没有留下我刚刚良好的状态过来，可恶！这是酷瓜会不会有什么不同？我刚刚讲的酷瓜，哎、欸，有啊，不同啊，只有五德血，而且比较快。他的酷瓜其实不是渐进式的变难、欸，他其实真的是随心所欲的放。可以啊，也没有很难。这游戏这一关里面最简单的，竟然是这个部分，是最简单的环节在这里，真的是。OK， 那我们又很轻松的，我觉得还蛮轻松的、啊，过了三个世界。我们哎、欸，我刚刚是破什么东西 ？K L M 对，好。哎、欸、呦，这个刺会把这个城堡压回吗？哦、，That's what we want。好的，这集还没有结束，因为在我编辑影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大关还有一个隐藏关卡我还没有玩到。那这一关呢，就由2024的猫猫补拍这一关。想到上一次补拍的时候还是2023，现在都已经过一年了。那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要用它原本的这个单关版来补拍，我不用我们之前玩的版本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想要动到我的进度啦。虽然说我可以只删掉那个大关的进度，可是我就看到那个大关，我要重打一次，它才变绿的，很麻烦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也算是另一个契机来看看旧版本嘛。那上次 World C 的时候没有办法，毕竟 World C 比较久远，是没有做成单关版这样子的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它这东西还是在吗？这个云是会有那个，哎呦哎、欸。玩 Word 10的引擎都会有这样子的机制。那我们要玩的隐藏关卡在 M 之2，所以我们现在会先火速冲过去那边吧。哦，我也是，我差点摔死。哎，礼貌在哪里？你还有那个东西？哎、欸，这张我要剪进去。接得很好的。哎呦，靠背。而且你没带 NG 的。好，我们要进去的隐藏关就在这个地方。那它可以让我讲解吗？那它跟 World C 应该说跟其他大关不同是，它不是存在地图上的关卡，你只能从这个水管进去。然后它是有点类似 bonus 关卡的概念，你只能玩一次，你死掉之后你就会直接出去。哎、欸，不是。为什么变小只了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你做一个很多钱，然后还说我可以洗命的，刚才那个读取画面说可以洗命的这种关卡，你给我做一个这么难的跳台是几个意思？哎、欸，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就是那个我的影片的音质过了三年之后差很多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老了，我真的很怕我打不过。所以就算录得很烂，当年录得很差，其实我也不想重做。好，我们先上来。我们这样子是啊，我们刚才写到写六条命是不是？啊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会出来，我们就会直接到下一关。那我为了要去那个地方，我要重打一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回去 save 片，它会存在第二关吗？它算我第三关哦。哇你的靠腰，我又要重打一次。欸、哇你的彪！啊，算，反正我等一下是会缩小、欸。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，就是单关版本跟正式版的那个上面那个监视，它好像变暴力了，有没有？你看它下来的那个瞬间，它就直接冲回去，它不会先停一下。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而且我不知道是我的。就是我的错觉吗？还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背景好像跟正式版有点不太一样？哎、欸、，Anyway， 你再来吧。
他说这个 loading 时间到底是真的还是它是一个动画了？因为我说实话，我感觉当年可能真的要那么久了，可是我这台电脑应该不用跑那么久吧？我自己都有点小怀疑。我 SSD 呢？好了，我们上一次已经顶过了，这一次就不拿绿蘑菇了。反正我们结束这一关，我们就结束这一集了嘛。有趣的事实，我当时在录 Word End 的时候，我差不多玩的时间应该也是十几分钟。然后我现在为了玩这一关，我的录制时间已经16分半了。我录一关比录一个大关还要久，真的是。哎，还有星星呢。哦，这应该也是让我们洗命用的吧？可是它应该没有办法像 Starman Running 有那个很强的效果。哦，好像差不多了，结束了吗？怎么还有跳台？该让我结束了吧？哦，而且好烦哦，它的那个帧率比较低，它让我的那个眼睛有点花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是旧版本的问题。哎，过了。Nice， 他直接接到城堡了，所以我过这一关是把 M 之3直接跳过吗？哎、欸，而且我现在才发现到现在时间有1300多秒，哇，他结算也变快了，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我过关他就是把 M 之3直接跳过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跨越了3年的录影终于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从这部影片之后，应该就不太会有再回来玩单关的状况了啦。除非我又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它里面真的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值得我看，对，那这次算是蛮特别的一个机会。其实这个单关版还有大幅度修改的低之舞，虽然说有些人觉得难度太高了，好像改成现在版本比较好，可是我个人其实是蛮喜欢它的概念。那如果你好奇我在说什么的话，直接去作者的网站就可以下载自己玩玩看。那我是朱熊猫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记得喜欢好的电影书 B 站观众给我们3连。我们在下一次的 Marvel Forever Later World Series 再见哦。大家晚安，大家辛苦了，差点念成3年前的观的那个 outro。